我建议举办一场拍卖会，给新丹药造势，这样等开始量产之后就能迅速打开市场。贤侄觉得呢？可以，就按您说的办。杨凡，你还认识洛山海洛总？是啊，他想召开一场拍卖会，正在寻找合适的场地。咱们集团有专门用于拍卖古玩的会场，可以给洛家使用，顺便也让我拓宽一下人脉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启禀堂主，江城商会的消息，曼陀罗刺杀杨凡又失败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据派出丁少的兄弟说，他已经毒发身亡了。真是废物。罢了，这次我亲自出马，无心解决不了杨凡这小子。哇，这会场真气派。毕竟咱们公司自己也有古玩拍卖业务，自然要打造的高端一些。赵小姐，这次多谢你大力协助啊。洛总客气了。贤侄，想不到你手里除了驻颜丹还有其他好东西，还真是年少有为啊。洛叔过奖，咱们先进去吧。怪不得洛总对他这么客气，原来驻颜丹竟然出自杨凡之手，这家伙藏得可够深的。女士们先生们，本次的拍卖品为升级版驻颜丹。升级版不同于市面上的现有产品，乃是丹师呕心沥血亲手炼制，功效直接上升三倍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单颗起牌价为2000万元。2000万？太夸张了吧。驻颜丹是不错，但这升级版这么贵，真不是智商税吗？你怎么证明这玩意儿能有驻颜丹三倍功效啊？就是，我看你们就是想换皮重来，再割一波韭菜。此丹经过专业检测，请二位不要信口开河。检测？谁知道你们有没有弄虚作假？除非你现场证明。这位先生言之有理，价格如此昂贵，必须先证明一下此药的功效。我这位仆人在儿时被严重烧伤，若是真有驻颜丹三倍功效，那修复这点伤疤应该不成问题吧？当然没有问题。我没看错吧？这小子旁边的是赵南和洛山海？他到底什么来头？难道是最近名声大噪的驻颜丹研制者？慕容先生，若是我治好了这位小姐脸上的伤，您可是要付钱的。若真能医好，价格随便你开。好，爽快。这位小姐，请试药吧。你说他的药到底灵不灵啊？不好说，看他那么自信，说不定真有戏。疤痕消退了？不是吧，这药居然是真的。这是我的脸吗？我出3000万，我出5000万，1亿。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看能不能卖我们几颗，多少钱都成。两个字，做梦。哼，还挺热闹啊。杨凡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小凡，你可真行啊，咱们的药未来3年的产能都已经预定出去了。这都多亏了洛叔叔您背书，不然他们哪会愿意相信我这个毛头小子呀。你就别谦虚了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。赵南，你怎么了？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。不错啊，杨凡，居然能扛住我的迷魂散。你是谁？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居然惹怒我手下，杀我弟弟。
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是古花堂的人？没错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想让我死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废话少说，看招！破风拳！小心，这家伙很难缠。你又是谁？我叫独孤无情，是来帮你的。不好！死神！这女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实力为何如此强悍？我跟你素无瓜葛，你为何要跟我作对？很不巧，我有求于杨凡，所以不能让你杀了他。